的蟹的动作很紧，首先上脚推重心，重心不能遗留在后脚，推到重心之后同时起手，手从胳膊肘朝外，然后手去有个推撑的力度，然后往外撑到我的基本上跟耳朵平齐的位置时候，然后我手掌心要翻起来，同时抬头。对了，然后看这里细节，抬头的时候我的手和头是配合一起的，然后感觉是向大家说谢谢大家，然后我的胳膊肘先去落带动，然后是手腕，然后同时到这里的时候我才能去低头，但是不是正面去低，而是斜角侧面一点点去低，很含蓄的啊。这里大家也可以加一个半蹲，收抬头。